客群用亲，大家好，我是陈美官，欢迎收看今仔日八月初几的婚礼新闻。婚礼官当日是叮当国秀的天桥，四十栋来守护地方居民甲学生的交通安全。当初这座桥是地方善心人士甲学生做伙募款设计的，因为现在这桥梁较无咧使用，也年久失修，顾虑到大家安全，地方就决定要来拆除。这几天拆除的工作已经开始进行，未少学生时代经过这座天桥的乡亲，也都特别来翕相留念。飞盘到了叮当国小经过四十年历史的天桥，这几天正在拆除。附近居民拢真唔甘，为也伫拆除的前一天，再一次走上天桥欣赏顶冠美景。倒日啦，还袂听进前啊，去你啊，倒流一笑，倒流一笑，规学生拢行遮。各学生拢行遮，学生拢一家来。哎，那那就是遮发生车祸，才起这地，起天桥。啊，这唔甘嘛啦！我做这呢，我做后边呢。其实这座天桥兴建有一段温暖故事。地方居民表示，四十栋金文化路是市内主要道路，逐天来往的车辆真多。学生上课要发生意外，当地居民决定为囡仔兴建路桥，守护因的安全。想不到目前计划一提出，居民响应热烈。这段故事深深记在当地居民的心内。当时把捐款学生也伫拆除这间，特别来翕相留念。那时候因为它很特别，还有那个脚踏车道嘛，对，所以我们那时候都还有写文章啊，然后大家响应这个捐款这样子，嗯。所以那时候你也有捐款到？哎，有啊，有捐款到。我想要就是见证另外一个时代的意义，就是说现在变成说应该是车子要去礼让行人，然后行人不需要再爬那么高的坡，哎。不过它有很多不错的回忆啊。路桥边有一块完工的纪念碑，顶冠记载这座路桥当时是全台首创，人车共用，骑铁马的学生会当牵车去哩过马路。婚礼馆政府干部处表示，因为时代变迁，这座路桥使用率无高，加上年久有安全纪律，和地方讨论了后决定拆除。下雨天也真的不好处理，然后我们也是尽量三四个工作天呐、啊。啊，今天如果真的能把它结束的话，尽量能通车就尽量通车这样子。婚礼馆干部处长彭祖祥表示。天桥拆除的工作预计今日完成，接下来会进行优先行列的交通规划，相信这礼拜假日进行就会完成文化路的通车。记者陈差不多。